我们看到的就是大报恩寺的这个主体建筑琉璃塔的这个复原模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琉璃塔的复原模型，一会儿我们再去那个新建的这个琉璃塔去看一看。据史实资料记载，古代大报恩寺琉璃塔高78.2米，九级八面，通体琉璃，就是琉璃瓦嘛，看着一定特别特别漂亮。东南大学团队对古代大报恩寺琉璃塔进行了建筑设计复原，根据复原图，木艺大师按一定比例制作出了古代大报恩寺琉璃塔复原木质模型，模型高2.7米，材质为缅甸楠木，用缅甸的楠木做的，相当漂亮。